最奢侈是几时啊？听闻，啲人话你，系啊，即系攞嚿，我以前游水啊，佢哋帮我起好多花名噶，即系其他同学，行第一呢个，咁系最奢侈啊，系啊，佢话啊，即系嗰阵时啊，花名啦，花名系，哇，乜都有 water boy 啊，咩 Asian hockey 啊。我因為我嗰陣時加拿大讀書，我又遊添啊，咁我又染咗頭金髮，咁於是就日日去操水啊，咁啊所以咁樣見到佢哋就係好笑啊嗰陣時，即係有呢啲咁樣嘅，嗰啲嘢真係有啲，嗰啲係 fans， 呢啲唔係，嗰啲真係 fans， 好笑，反而係游水咯，唔係踢球。嗯，除咗開工，你係唔係一個中意講嘢嘅人啊？哇！我而家就好中意佢，唔係以前係靜嘅，其實即係開骨子裏都係靜嘅，不過可能要講翻之前細個中學時期冇講嘅嘢咯。而家仲喺度補償緊嗰陣時未講嘅，所以到今日嚟講都係好耐講，你淨係睇呢一樣嘢，你已經知道係多嘢講，又長篇大論，又要解釋又靜。我其實好怕醜啊，好靜。最驚係咩動物呢？蝴蝶。哦，咁奇怪，蝴蝶好靚嘅喎，曱甴都得，曱甴都仲接受到，反而蝴蝶接受唔到，會飛嘅蟲喎，好靚嘅喎，蝴蝶，會飛嘅蟲，唔好俾美色引誘啊，假象嚟㗎，哦，咁啊 ，sorry， 飛我都驚啦，仲要飛蛾，最驚蝴蝶喎，係啊，但係飛蛾冇咁靚啊嘛，即係真係蝴蝶先，即係你最中意係靚啲嘅。最難堪的是什麼呢？一次最難堪一次，難堪即是魚市啦，你就知道，由你知道，我當時做太陽計劃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，太陽計劃我跟 Twins 是那年太陽計劃 的大事，有一隻歌，那隻歌就是我幫他首編和幫他現場彈的，咁就做呢個太陽計劃嘅開幕。依家就明白，即係大家千祈唔好怪啲樂團咧，成日話咪嘴啊，佢哋好憎呢樣嘢啊。但係咧，我嗰次親身經歷嘅，喺呢個大文化中心，咁咧就佢哋上台，我哋上台彈，咁唔係淨一個鋼琴伴嘅兩個㗎，係加埋一個音樂底嘅。音樂底伴埋我的鋼琴，再伴同埋佢兩個一齊唱。咁個音樂底咧就唔係就咁樣嘅。咁已經主辦單位問我，咁你想扮彈定真彈？我就梗係唔搞錯啊！我標識係真彈啦、啊，我點會假嘅啫？好招積啊！嗰陣時啊，年輕嘅時候好有傲氣嘅。啊，你係真彈啦、啊，唔好搞咁多嘢，你播音樂得㗎啦。咁音樂咧就個前奏嘅時候咧。我好記得係一啲好電子嘅聲音，當我聽到一下，嘟嘟嘟，跟住我就數一、二，咁我就入嘅。咁呢個前奏，好練得好熟，滾瓜爛熟。到出場嗰下，啊嚟啦！啲音樂準備聽佢講下嘟嘟嘟嘅時候，就突然之間全場成幾千人一齊，再見！聽唔到啦，死啦！啊入啦，咁啊入。入咗，我好記得 Twins 喺前面等緊個前奏嘅時候係彈乜嘢咧？就咁嘅情況，這個仲要係直播嘅。這個就係嗰日嘅情況。所以我喺嗰日開始，我明白到有時如果你真係做一個好啲嘅去幫民，你睇下邊個緊要啦。如果你個環境你係控制唔到嘅時候，唔怪得要咪琴啊！我而家如果再同 Twins 夾，一定咪琴。我知道你好少看電視，咁你最經常看的電視節目是什麼啊？新聞台。新聞台。音樂台。一定是新聞。我其實主要是看有線，我沒有看無線、亞線。
交通台。咁即係成日都係新聞台。定係睇有線電視，即係13台呢個娛樂新聞台啦，22台 AXN 啦，九台就係呢一個新聞一台，仲有41就電影一台，42片二台，3HMC 一台。即係我哋咁講俾你聽，唔係因為我企喺九倉嘅地下去做呢個訪問，而係我真係有線電視嘅 fans。咁所以主要睇呢啲，即係係咯。咁13台最緊要娛樂新聞要知下發生咩事，22台好好睇，上面有好多劇集，明珠台有排追唔到。嗯，拜拜。